盗墓笔记重启官宣，胡军饰演吴二白。盗墓笔记重启是由优酷出品的网剧，其中主角吴邪由朱立龙饰演，张起灵有新生演员黄俊杰饰演。而近日官方又发表微博，趁吴邪二叔吴二白将由胡军饰演，消息一出，很多网友纷纷表示胡军演技派，很期待。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次元别破裂。近日盗墓笔记重启的官方微博发文称，心有城府，老谋深算，一直签字调停九门市，此次艰险旅程他是敌是友，欢迎吴邪二叔吴二白，并且艾特了胡军。盗墓笔记重启是由优酷出品，南派三叔担任总监制和总编剧，潘安子执导，朱一龙等人主演的冒险题材网络剧，讲述了吴邪、张贤玲、胖子铁三角在十年之约结束退隐入春之后，重新为亲情友情踏上了一段冒险之旅。在经历生死危机的考验后，他们揭开重重迷雾，获得新生的故事。吴二白人物介绍：吴二白，南派三叔代表作《盗墓笔记》系列中的人物，出生于长沙老九门中平三门的吴家，吴老狗的儿子，吴一穷的二弟，吴三省的二哥，吴邪的二叔。小说《盗墓笔记》人物吴二白来自南派三叔《盗墓笔记》，吴家三兄弟中排第二，大哥吴一穷，三弟吴三省，其父吴老狗为老九门，也称九门提督中的五爷，有一侄子吴邪，即书中的主人公我，祖籍长沙，现定居杭州。由于其家族为盗墓世家，本来被吴老狗选为继承人，后被吴三省揽了去。如今自己经营一家茶馆，背地里也有插手参和家里盘口事务，明面上都是吴三省解连环在管理，对书中提及的谜题和他有一定的了解，也熟知20年前击杀真相，自古老三怕老二，老二永远是家族中最狠的，因为老大是需要超脱的，高出兄弟一头的，那实际办事的就是老二了。三叔在家里谁的面子也不给，但是我二叔瞪眼他就得抖三抖，好在二叔弟志向也不是兄弟哥哥有出息，不然三叔恐怕不肯待在杭州。年龄不详三叔没正面说明，中年大叔一个就是，为人工于心计，精明冷静，是吴家的灵魂人物，看似淡然处事，实则步步为营，精通奇门遁甲，善下棋，喜欢收集与秦始皇有关的一切，是他的超级粉丝。虽然书中他出现的场面极少，大多数是通过吴邪的描述，曾经在巴乃救了吴邪等人，并帮火烧了门油品的旧剧，吴邪对他很是敬畏，算计二叔等于找死，可见他城府极深。